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讲的现在是讲到最后的一品，第二十八品。第二十八品啊，是普贤菩萨劝法品。这个在流通分这本两门总流通的最后一段，就是第三，曰自行劝流通。约自己发心修行方面，在法华经的修学方面来劝导流通的意义。上次讲到第二誓愿劝发，誓愿劝发里面有两段，第一誓愿复人，第二誓愿复法。誓愿复人呢有六段，第一，让其外难，这个上次讲过了。第二，教以内法，现在就是从这个地方教以内法有三段文。第一，行力读诵，上次讲到行力读诵，那么现在就是从这个行力读诵这里啊，把它连贯下去。经文在第四五七页，四百五十七页，第五行，世人若行若立读诵此经，我儿时胜六牙百相王一大菩萨众，聚义取所而自现身，供养守夫安慰其心，因为供养法华经故。这是说普贤菩萨他要教导扶持依法华经修行的人。那么这是说，如果你在行中行，例如说一边走动一边念，这个在以前讲的时候也讲过有几个故事，比如说上朝骑马边走边念啊，那么或者是进行一边行一边念都可以的啊。立是站，世人就指依法华经修行的人，或者是站立，或者是边行边读啊，那么读诵这个法华经。所以依法华经修行读诵啊，无论是站行跪做都可以的啊。平常习惯，如果没有是在佛堂，当然是坐着读诵啊比较方便啊。那么手端住经本边进行边念也是可以，站立也是可以啊。在读诵这一部法华经的时候啊，普贤菩萨说，我儿时胜六牙百相王与大菩萨众通通都到他的面前，那么如果他的善根成熟，可以现身来安慰他，那么普贤菩萨就胜走百相王啊。
现身在这个修持法华法门的这个人的面前，所以说而自现身，就是把这个身相显现出来给这个修学的人呢，让他见到，那么用意就是一方面守护修行的人，一方面安慰修行的人呢，使他看到普贤菩萨正长道业，信心正长，是安慰其心。同时普贤菩萨的意愿也要供养法华经的缘故，所以凡是有人读诵法华经，他都要现前呢来扶持供养。上次是讲到这里。第二，若坐思维，或者是坐在哪里，按照法华经的道理呀，在哪里思维，闻而思，思而修啊，那么对于法华经的道理，例如诸法实相啊，开始悟入佛之自见啊，那么方便品、比喻品所说的道理呀、性结品的道理啊、药草喻品等等，那么把这些意义啊，那么坐在哪里思维修行，那么普贤菩萨也要现身呢、来加以扶持。所以经文说，世人若坐思维此经，坐在哪里静坐啊，静坐不一定是参禅啦，坐在哪里思维法华经的道理啊，如果他在思维的时候，普贤菩萨也要现身呢、来扶持他。我使而使我福胜百相王现其人前，而时有这个人坐在哪里思维法华经的时候，那么普贤菩萨又是骑着百象啊，来在这个思维法华经的人的面前现其人前啊，那么善根成熟，让他亲眼见到。如果他的善根还不够，就是冥冥中现在他的面前，他虽然没有看到菩萨是现前在哪里扶持他，其人若以法华经有所忘失，一句一句我当教之，以供读诵，还令通力。这个人如果对于法华经有所忘失，有他在思维或者是在哪里默念思维经的文字的时候啊，漏掉一句两句，或者是漏掉一首句诵，他忘掉了，接不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普贤菩萨会教他，让他这个忘失的恢复记忆，这个教有两种情况，一种他善根成熟，可以现前让他看见，跟他说明，这很显明的让他知道普贤菩萨在哪里扶持他。第二种呢，如果他的善根还没有到成熟的程度，不能让他看到，那么就是冥冥中啊，让他恢复记忆力，恢复记忆力啊，就用智慧加持他，让他恢复他的记忆力啊，想出当时这个忘失的那个句诵或者是一句经文啊，这就是教。那么普贤菩萨他发愿说，我应当会教他，或者是跟他共同读诵这个法华经，使令他对于这个一部法华经的内容啊，能够读诵得很通顺、很利落，还令通利，要使令他能够念得很通顺、很利落，不至于这个有所阻碍。儿时受持读诵法华经者，得见我身，神大欢喜，转复精进。如果这个人善根成熟了，菩萨现前让他看到，让这个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思维的人让他看到，他亲自见到普贤菩萨的身，得见我身，那看到普贤菩萨，那么他会很大的欢喜，他会更加精进，所以叫做身大欢喜，转复精进。一见我故，即得三昧，因为见到普贤菩萨呀，他就可以证到法华三昧，他得三昧是得到什么三昧呢？得到法华三昧，同时也得到陀罗尼。所以接下去说，即陀罗尼，
陀罗尼就是种子了，他得到这个智慧，开发这个智慧，种一切法，持无量意，那么这个陀罗尼也有名目的，名为玄陀罗尼，百千万亿玄陀罗尼，法音方便陀罗尼，得如实等陀罗尼，让这个人看到普贤菩萨有证到这些陀罗尼，有得到这个种子的法门。旋陀罗尼，旋就旋转呐、啊，旋就转啊。智者大师这个修法法门，到第二个七日亲近灵山一会，俨然在前，得到初旋陀罗尼，就是这个第一个旋陀罗尼啊。旋转什么旋转呢？按照文句里面的解释说，玄假入空啊，从此证到这个空观的道理，玄假入空，从这个凡夫的假法当中啊，转到圣境的真空的啊这个境界，是玄假入空，这是第一玄陀罗尼。百千万亿玄陀罗尼，这个百千万亿数目之了，很多很多，就是这个陀罗尼里面呢、啊、包含无穷无尽的道理啊。为什么叫做百千万亿呢？文句里面解释说，悬空入假，从空观转入假观，从空观转入假观啊、假就是差别相，所有事出世间一切差别相的万法，它寥寥分明，清楚通达啊、这个叫做百千万亿悬陀罗尼，就是得到假观，有假观，修假观呢，证到这个熟地理，前面空观证到真地理，假观证到熟地理。法音方便陀罗尼，什么叫做法音方便呢？法音就是前面的空，真空观啊，从假入空，方便就是从空入假，百千万亿悬陀罗尼就是方便啊，以这两门为方便，法音成熟，成就，那么以前两门为方便转入中道，由此体悟中道地狱地理，这是中观，那么就是说法音方便陀罗尼就是中观，证到中地理，也空假不二，双照二边证中地理，这个叫做法音方便陀罗尼，就是三观一心中得，空假中三观就在一心中当下同时清真，他能够在这个见到我普贤菩萨的时候得到这些陀罗尼，如是指上文三种陀罗尼等于其他这里没有列出来的名相，通通包含在里面，能够成就这个种持法门，这是第二，第三，三气精进，三七二十一日，更加精进如法修行，能够成就更大的功德。世尊，若后世后五百岁，诸恶世中，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求说者、受持者、读诵者、书写者，欲修习是法华经，后就是末法之世。恶世是五浊恶世，最后的五百岁，这个前面曾讲过了，就是假定说就是末法的最后五百年吧。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如果有四众弟子，比丘尼出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在家二众，无论是出家在家的佛弟子们，要依法华经修行，那么或者是他没有法华经，到处去求说就是期望要求要有一部法华经啊，有人供养啊，那么得到了受持依法华经修学，只受在怀呀、任持不是受持啊，受持者读诵就是对文阅读、立文阅诵，这个道理讲过很多了啊。书写或者是抄写，古代没有印刷，都是用抄写的。想要修习这个法华经。要依法华经修行啊，一三七日中啊，应一心精进，
普贤菩萨的意思规定这个三七二十一日，三七二十一日，这个二十一天的时间呢，专一读诵法华经啊，专修这个法华法门，无论是读诵也好，受持也好，静坐修观也好，要专一其心，就是放下万缘呐、专一其心来依法华经修行，满三七日一。我当胜六牙百相，以无量菩萨儿子为饶，以一切众生所喜见身，现其人前而为说法，是教理习。他这个三七二十一天的修行满了之后啊，普贤菩萨他要骑着这个百相王来到这个修行的人的面前，那么他身边带领无量无边的菩萨啊，围绕在他的普贤菩萨的身边，那么他又现出这个一切众生最喜欢看到的菩萨的身像。因为普贤菩萨他在因为因地修行的地位当中是最圆满的境界，所以他的相貌是最庄严的啊，很不容易见到。华严经十定品里面讲普贤菩萨，普遍的普，眼睛的眼，普贤菩萨呀，要见普贤菩萨要入无量无边山脉然后才能见到，所以要见到普贤菩萨很不容易的。这个人依法华经修三七二十一日满了，普贤菩萨现身在他的面前，而且现出众生最喜欢看到的这种的庄严身相，让他得到这个相好庄严的殊胜的这个感应利益啊。那么他现身在这个人的面前，其人有三七修行的人，现前做什么呢？为他说法，开示他，指导他，示教立习，示是开示了，教导他佛法，使他得到佛法的广大利益，生欢喜心，所以叫做示教立习。一佛一起陀罗尼咒，同时我也要用这个种子的咒语，咒就是下面的咒啊，来扶持他，让他得到更大的利益。但是陀罗尼姑，无有非人能破坏者。这个人得到普贤菩萨说的咒语，就是下面的咒，得到这个咒的缘故啊，其他不是人道的众生，鬼神等众，非人鬼神等众，恶鬼邪神呢、不会伤害到这个修行的人啊，也没有人能够破坏他的修行的功德，修行的这个这个道念啊，亦不为女人之所惑乱。这句话女性这个佛弟子们听到会不大高兴啊、不大高兴，你怎么说我惑乱你呀、我何曾惑乱你呀、惑是迷惑，乱因迷惑而散乱啊，酒不醉人，人自醉。酒没有叫你醉，这是你自己要醉呀、我哪好曾迷过你呀、女性听到会有这种的反应哦，奇怪，你怎么找老师说我嘞？应当要知道，这是对于，因为这个欲界众生总是相对的啦，有男必定有女啦，彼此的吸引力都有妨碍道业的可能啊。因此这是站在男性的立场讲，假如是个男性修法华法门他能够有定功啊，不至于遭到这个欲界的这种的男女之欲的迷乱。那么如果你是女性的佛弟子，你不妨翻过来读啊，翻过来读怎么读啊？亦不为男人之所惑乱，这不就行了吗？平等平等，女的读就把它翻过来，亦不为男人之所惑乱。彼此惑乱的情况啊是相等的，并不是说女的必定就会惑乱人，而男的就不会，实际上同样的啊，如果彼此的酒味很浓的话，闻到都会醉的啊，所以这个在欲界里面的众生啊，是免不了有这种情况。各位听过吗？从前有个修仙的，
在深山里面修仙，他一个人用功他的功夫成就了。有一天他下山了，他捡到一个男孩子，人家的弃婴呐，丢掉的小孩子不要的，是男的，他捡到了。他捡到了，大概是刚是出世没有多久，他捡起来带回去山上啊，就养育他了，把他啊养到长大。因为他一向住在山上，从来就不肯出来。这个捡到的小孩子一直到了他十七八岁，从来不曾见过第三个人，除掉他的师父跟他自己两个人之外，他不曾见过第三个人。到了十七八岁了，那么他的师父，这个修仙的仙的师父啊，他想这个小孩子已经长那么大了，他从来不曾见过人，我带他到城市里面走走啊，看他的情况如何，有没有定功啊。他不曾见过人了，带到这个城里面去走走吧。哦，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啊，人呐、啊，人来人往啊，熙来攘往，很多很多，什么样的人都有啊。那么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尤其看到这个很漂亮的小姐啊，看到这个女性，那么他就问他的师父：“那是什么东西呀？”他的师父就说：“那是吃人的老虎。”他师父跟他说，这个很漂亮的女人，他跟他说那是吃人的老虎，假狼的他想这样子吓吓他，看他会不会怕。他说过了也没话说了，就是把街道看完了就回去了。回去了，然后他就问他的这个老师先生，修仙的老师啊，就问他的弟子说：“我带你到城里去看过啊，看过那么多样的东西，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吃人的老虎。”你跟他说吃人的老虎，他照样喜欢呢。你难道不怕他吃吗？我愿意给他吃。糟了，没有办法，他愿意给他吃，那就是久病不醉人呐、你自己在醉嘛。那个街道上的那个酒跑来跑去的酒，他难道叫你醉吗？没有啊，是你自己跑去醉的。明明跟他说是吃人的老虎，他还是最喜欢他，那你有什么话讲啊？这就是说明啊，欲界众生本来就是如此啊，欲界众生本来就是如此。那么因此这个修行的人假如没有定功啊，那么在这种的环境之中啊，就很容易遭到迷惑而自疑散乱啊。女性翻过来情况也是一样的，你们知道吗？唐朝有个张掖的女孩子叫做陈娘啊，禅宗公案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陈女离粉呐、陈女离粉的公案啊。陈娘爱上这个王胄，王胄是这个张毅，就是他的爸爸的外甥了、他彼此都在喜欢了，可是他的古代啊很保守，是不敢讲出来的，不像现代了那么不敢讲出来，彼此虽然是有这个心意啊，不敢讲，但是真是爱到不得了了。那么他的父母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么陈娘的父亲母亲啊就给他订婚了啊。他一听之下他气得不得了啊，他因为真正他需要的人他没有给他啊，他又不敢讲，那么另外订别人他不要他一气之下生病了。王胄听到这个陈娘订婚了，他也很不高兴了，但是没有生病，他跑了。他跑哪里啊？他说我一气之下宁可跑去四川吧，想走。那么他就上船了，买了一条船，想要坐船去四川。正上船的时候，突然之间看到这个陈娘来了。你怎么得来呀？是啊，你跑我就跟着你跑啊。陈娘跟着他跑，那么结果他们两个到了四川去私自结婚了，住了五年，生了两个小孩。真正的陈娘呢，在家里生病，在家里生病，这个一气之下他倒在床上就不起来了这样子啊，又不会死，不死不活的那么这样子躺了五年嘞，五年可怕呀这个陈娘在床上五年，
哎，过了这个五年之后啊，这个王宙想想，我得回去才行啊，不能老是在这里。那么夫妇两个就回来了，带着两个小孩子，那么无论如何得回去谢罪啊，跟他的丈人谢罪啊。那么王宙先进去，后边陈娘带着两个小孩一进去，一进到房门呢、啊，房间里面看到这个真的陈娘看到王宙来呀、啊，他就爬起来了。爬起来了，这个外边的真正的带回来的陈娘啊，彼此一见面的合起来变成一个，变成一个，变成一个。所以这个禅宗里面有个公案说，陈女离魂时啊，哪个是真的？陈女离魂时哪个是真的？床上的真的还是跟着去生小孩的那个是真的？为什么会变成两个人？奇不奇？这真是啊，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啊、哦。那么这就是有名的陈女离魂，所以平常啊，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啊、那么有这种的毛病的情况，就是说她这个陈娘呢，陈女离游魂呢、啊，叫做陈女游魂，因为她的名字叫陈娘，这个陈字啊，就是人字旁一个亲字，人字旁一个亲字的。这个可以看出来哈、哦，这个罪呀、啊，彼此都会罪哦，不是单男的会罪，女的照样罪。你看陈娘不是罪吗？而且罪成两个呢，哎，罪成两个，跟着去回来还会合成一个，妙不妙？啊、有人说这是怪谈，有没有这个事实？啊、不得而知。不过有这个记载，记载在哪里呀？《太平广记》，《太平广记》这部书里面有啊。所以这个一部为女人之所祸乱，这是站在男人立场讲，翻过来女的就不妨把它念成一部为男人之所祸乱，情况相同的啊、哦。那么因为这是众生的轮回生死根本啊，假如你断不掉的话，超不出三界的啊。我身意志常护持人，普贤菩萨说我也常常现前来护持这个修行的人，唯愿听我说此陀罗尼咒。前面已经许可说我要说咒来扶持这个修行的人吗？我现在单单期望佛呀准许我这个听啊，并不是说哎佛陀呀你听着我讲吧，不是这个意思，听是要求佛的准许了，你准许我吧，准许我说出我的咒来，我的陀罗尼，我要扶持这个修行的人啊。所以说唯愿世尊呢、啊、听我说此陀罗尼咒，听是准许我说啊，即于佛前而说咒曰，就在佛前说出下面的咒来。这个咒啊，我就是喉咙切对半岁感两字解的啊、哦。我坦替坦陀坡地，坦陀坡地，坦陀鸠舍利，坦陀修陀利，修陀利修陀罗坡地，佛陀波迦尼，沙婆陀罗尼，阿婆多尼，沙婆婆萨阿婆多尼，修阿婆多尼，僧伽婆利刹尼，僧伽涅伽陀尼，阿僧祇，僧伽婆伽帝，帝利，阿多，僧伽多列，这个列简略的列啊。这应当按照他的原因要念着亮亮啊、嗯，所以有些地方啊把这个字念成亮，实际上原来有这个音啊。这里按照他的原来的咒有下面有字的注，说应当念着卢遮切，卢遮切切成亮啊。阿罗帝波罗帝沙婆僧伽帝三摩帝切然帝沙婆达摩修波利沙帝沙婆沙多罗陀鸠鸠舍利阿耨切帝新阿比基基利提帝啊、这个念过我实在是念不来，客家话好念的。这个咒语啊不能解释，只按照这个咒语啊至诚恭敬的念就好了。古代按照这个咒的说法呀有好多的道理，比如说像军队里面的密码啊，你这个密码啊说对了就可以让你进去，如果不对就知道你这个不是我部队里面的，是假装的，就不能让他进去。有说好像印度古代有
王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先托钵，先托钵。这个国王凡是说到先托钵呀，要有智慧的大神才知道，别人听不出来。假如国王要洗脸的时候，他说先托钵，那么这个智神就知道他要洗脸，要端水来了。如果他在吃饭的时候说先托钵，那知道他这个咸太淡了，要给他一点盐，拿盐来。如果他想要喝水了，想要喝水的时候，说先托钵，那你就要拿水来，拿这个杯子装水来给他喝。如果他要冲外去游览的时候，他说先托钵，那你就把马牵出来，让他骑马。所以这个先托钵一句话呀，也是水，也是饮器，喝水的器具杯子，也是吃饭的时候的盐，也是骑的马。所以一句话有四种相同的用意，就是看你的智慧，他在什么时候说该用什么东西，你要有这个智慧分别。这个咒啊也有这种意义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虽然这个文字把它翻出来让你知道，你也不知道它的内涵啊，它的内涵什么意思，只有那些受嘱咐的护法善神才能听得懂，我们也不会了解。据说印度从前呢，有一个小国，这个国家很特殊的规定，假如他的老的国王死掉了，驾崩了，老王死掉来找这个新的国王啊，他的王宫里面有一个神马，骏马呀，神马，把这个神马带出去，带出去看这个神马呀，走到哪一个人的面前跪下来，这个人就是国王，那也很好的机会啊。如果这个神马来到你的面前跪下来，他就把你请回去当国王啊，没有条件的。有一天，就是附近的小国，距离一段时间的小国的一个流浪汉，流浪汉哦，不是阿罗汉啊，流浪汉啊，罗汉呐、啊，罗毕业罗啊。那么这个流浪汉流浪到这个国王死掉的这个小国的国家来，坐在兽底下在那里发呆。哎，奇怪的是，这个神马出来呀、啊，就往他跪下去了。这个人。这个小国的国王的王宫的人呢，就把他请回去当国王了。啊，这是莫名其妙的当起国王来啊！啊，他本来是一个流浪汉，结果当起国王来。哎，那当然他起初是蛮高兴啊，这个突然之间得到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慢慢骄傲了，慢慢骄傲。哦，脚拍宽带呀、啊！哦，安尼也唔好，安尼也唔好，脚拍宽带。因此这个国王的王宫的那些工人呢，他就很奇怪，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拍宽带。哎，有一天呢，这个就是跟这个流浪汉的同国的一个人呢，来听到他当起国王来了，就来看他嘛啊、来看他，他就说，哎，这个国王啊，他从前是怎么样子生活的，我这么难招待他，叫拍宽带，那怎么办呢？这个人说，我有咒啊，你说给他听，他就会很好的啊，就不会有问题。那什么咒啊？四句话：五亲王啊，往他国；啊，欺狂一切人；啊，初食是常食，何老父作真？哎，因为外国人他不是同一个国家呢，用的语言不一样吗？那念出来他不懂嘛？啊，只有这个流浪汉做国王的才会懂啊。他说：我告诉你。假如你端饭菜给他吃，他又是刁难不吃的话，那你就把这个我这个咒你念出来，他就会乖乖的吃哦。他有一天，这个侍候的人又把这个饭菜端到这个国王面前了，他就嫌不好吃啊，又在发这个发牢骚，又不吃，不吃。这个人站在旁边就念了：吾亲亡他国，欺狂一切人，初食是常食。何老夫作真？他一听，奇怪啊，他怎么讲我的话来啊？可能他是知道我的这一套，知道我是流浪汉，我不能当国王，那就糟了。好了，乖乖就吃，再不好吃的也吃下去。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亲人呐、啊，
你往他国来到别国，捡到这个国王来做，欺诳一切人。他到那边，那当然说好听话啦，骗人呐、你是什么人呐、我是某某国的王子，就这样骗起来嘛，又是个白马王子，又骗起来嘛。那么就吴京往他国欺诳一切人，你到这个地方来骗人啊、初食是常吃，你讲流浪汉吃的什么东西？很粗鄙的吃饮食啊，他常常吃惯的。今天到这里吃好东西，你反而生嗔恨心，活老复作真啊！何必劳你这么辛苦的再动嗔恨心发脾气呀、这四句话一念，国王乖乖的就吃了，就吃了，没话讲了。以后啊，他都很乖了。再也不敢吵闹了，也不敢找麻烦了。为什么？他一无一房，宫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了，知道他是个流浪汉了啊、这个咒有这种的用意啊、有这种的情况。那么这是古人的说法，说是印度古代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持咒有这种作用，就是那些恶鬼神啊，闻到这个咒语，他就不敢伤害到你了，就好像那个吴京往他国的情况一样啊。那么这是降服邪魔、降服恶鬼神的功用，有这种的功效啊。这是越降魔说啊，不是越修持的功夫说啊。普贤说完这个咒语之后，接下去，那么以上是第二教育内法了。第三呢，辅以神力，用神通伟力来扶持这个修行的人。世尊，若有菩萨斗闻是陀罗尼者，当知普贤神通之力。世尊呢、世间上如果有修行菩萨道的人，听到我这个陀罗尼，我这个咒，应当要知道他是依靠普贤菩萨的神通伟力啊来加持他。若法华经行言菩提有受持者，应作此念，皆是普贤为神之力。如果这部法华经在这个言菩提，就是我们住的这个世间南赞部洲，能够流通到处有人受持的话，应当要这样想，应作思念，应作此念，应当这样想，这都是靠普贤菩萨的伟的神通加持之力啊，才有今天法华经能够流行在这个世间，就是普贤菩萨的伟力。下面第四，是圣因，显示这个殊胜的修因啊。若有受持读诵正意念，解其意趣，如说修行，当知世人行普贤行啊。如果有人受持法华经，读诵法华经，专一其心，正意去意念法华经的道理，了解法华经的意义、宗旨，能够如法华经所说而修行，应当要知道这个人就是依法华经修行的人啊。这个人呢，他在修普贤行，就是跟普贤菩萨的修行相同的，没有两样啊。以无量无边菩萨诸佛说深重善根，这个人是在过去无量诸佛的面前呢修了很多的深厚善根，就久修的菩萨了。为诸如来手摸其头，这个人经常得到佛十方诸佛摩顶受记啊，好像这个做母亲的或者是长老老人大人这个疼惜小孩子一样，摸摸他的头啊。那么这个人依法修行的缘故啊，有普贤菩萨的加持，那么十方诸佛摩顶受记，手摸其头。下面第五，是净果，依法修行的人最比较近的果报，假定说是今生修行明来生的果报吧啊，或者是现在就有得到殊胜的果报。若但书写单写法华经，当然也但读但诵但受持也是一样的啊。世人命中当生逃离天上，这个人依法华经修行，如果他没有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按照他依法华经修行的功力这个道理由此这个福德呀，
他的这一生寿命终了之后啊，应当会生在桃李天，就是天上的这个欲界天的第二桃李天，有33天了啊。484000天女作众机遇而来迎之，因为桃李天是欲界呀，还有天女，所以他生到桃李天要生之前呢，天上有84000的天女呀，来欢迎他，还造业来欢迎他。嗯，这可能当时这个南陀啊，南陀的情况也就是这样吧。哦，他不过他没有死啊，他到了天上去，天女都来接引他。那么如果你依法经修行的，假如没有发愿到其他的佛世界，那你凭你的福报可以升到桃李天，升天的时候天女来迎接他啊。其人即着七宝冠，以才女中欲乐快乐啊。那么这个人书写或者单独送的人，他就穿着这个天上的宝冠，七宝冠，七宝所成的天冠，穿上天上的衣服啊，在这个天上的才女之中啊，欲乐快乐，这都是对男性讲了啊。何况受持读诵正一念，解其意趣，如说修行啊。如果能够完全受持、完全读诵、专意去，这个意念《法华经》，了解《法华经》的道理，如《法华经》所说而修行，那么所得到的福德更大。前面说的生桃李天的那一种的这个福报啊，是原则，他原来的福德有这么大的福报，但是那你要不要在你呀？如果你不想要的话，这么麻烦了，天女来迎，那我又将来要堕落，不好，我要去极乐世界。你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西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像这个是净土圣贤录里面的怀感法师的情况啊。若有人受持读诵解其意趣，世人命中为千佛守手，令不恐怖，不堕恶趣，今往都说天上，这是说更殊胜的果报，就是依法华经如说修行啊，能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如果没有求生他方世界的福果，这个人命中，十方诸佛啊，有1000尊佛同时手伸下来啊，来给他摩顶受记，来欢迎他，使令他不要生起恐怖心啊，临终很痛苦啊。但是他有修行不会痛苦，诸佛现前来摩顶受记，不会恐怖，免至堕落三恶道，不堕恶趣，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不至于堕落，不但不会堕落，而且可以升到兜率天，这是欲界第四天，就是弥勒菩萨的地方，升到兜率天。今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说，弥勒菩萨有32相大菩萨众所供围绕，这个人弥勒菩萨这个兜率天的内院呢，欢迎他去。弥勒菩萨有32相、32种大人之相，与大菩萨共同围绕在他的身边说法。有1000000余天女见书而与众生。那么兜率天的外院照常跟普通一般的天是一样的，也有天女啊。有如是的功德利益，这个这是晋国。有这么大的殊胜功德啊，这广大的利益，所以应当要依法华经修行啊。下面第6总结劝，总结上文劝导修行。是故智者应当一心自书，若死人书，受持读诵正一念，如说修行。总结上文劝大家修行。因此之故，有智慧的人，这个智者，无论在家出家，男众女众，老的少的啊，通通包含在里面。有智慧的人应当要专一起心，自己书写法华经。现在印刷很方便，就不必再写了啊。假如你的字写得很好，把它当作修行，好好的写啊，也可以。假如把它当作抄书写字，那就不好啊。或者是死人书，若死人书，古代自己写不好，请人写，现在都是用印的啊，印比较方便，就是出钱印功德一样。受持读诵，或者是受持法华经，读诵法华经，正一念
心里念念不忘法华经，如说修行，按照法华经所说的修行方法如法去修行那么这就是总结上文，劝导大家发心修行这是发愿护人普贤菩萨发愿要扶持这个修行的人。说完后边第二誓愿护法，普贤菩萨发愿要扶持这个法华经的法门。世尊，我今欲以神通力故守护世经，以如来灭后阎浮体内广令流布，死不断绝。这是誓愿护法，要扶持这个法华经在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南瞻部洲永久流通下去师尊呢，我普贤现在就要用我的神通伟力的缘故来守护扶持这个法华经，世经就指这个法华经，以如来灭后，就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尤其到了末法后百岁在阎浮提就是这个南瞻部洲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内广令流布，广大在各地方去流布这个法华经，使这个法华经流传在人间呢，不至于有所断绝，这死不断绝，就法华经一直继续流通下去到这里为止，就是第二段文劝发说完了。下面第三述发，释迦牟尼佛听过这个普贤菩萨的愿说住护持等等护人护法，说完之后佛叙述他补充他的意思有两段。第一，先述护法先叙述这个护法的意义，然后第二述护人护持修行的人的意义就是说明这个护持的意思而时释迦牟尼佛赞言：善哉善哉，赞叹普贤菩萨了，你护持法华经太好了。善就是好，哉以为生善哉就很好，很好啊，很好你这么发心护持法华经太好了。普贤，你能辅助世经，令多所众生安乐利益你这么发心要护持帮助依法修行的人，又要扶持这个法华经，使令很多众生呢，在这个法华经的地方所在得到广大的利益，则令多所众生安乐利益，很多众生就在这个法华经之所得到广大的安乐，广大的利益。安乐超出三界，断烦恼了生死，最殊胜的安乐。那么成就出世间善法断烦恼了生死，最大的利益，成佛究竟利益。你已成就不可思议功德，你普贤已经成就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的殊胜功德，深大慈悲，你的慈悲心无量无边从久远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你久远近来就修行发无上菩提心，菩提意就是菩提心意就是心能周世神通之愿守护世经你能发这么大的心要护持这一部经那么必定能够满你所愿我当以神通之下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不嫌路遥远，只为看恩人。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旁的小岛，住着一位叫亚道夫的老人，每一天他都会到海边散步看海。你们快过来看啊，这里有小螃蟹。真的耶，我们快抓住它，别让它跑了。小螃蟹不要跑，我抓到它了。孩子，放了它吧。亚道夫爷爷，我们好不容易才抓到它，为什么要放掉呢？这只小螃蟹跟你们一样，还是个小孩，你们要是把它抓走了，它的父母会有多担心呢？亚道夫爷爷，螃蟹也会担心难过吗？当然啊，所有的动物都跟我们人类一样，都是有亲情、友情、感情的。亚道夫爷爷，就听你的话，我现在就把它放回大海。你们看，它能回家有多高兴啊！对呀、啊。好心的亚道夫，经常帮助遇到困难的各种动物，这些小动物在他眼里就像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他突然在礁石上发现了一只全身沾满石油的企鹅。咦，礁石上是什么东西？天哪，可怜的小企鹅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小企鹅，你要去哪里呀？你现在全身都是石油呢，看来又是外露的石油把你弄成这个样子。哎，小企鹅，你别害怕，我会帮你清除掉身上的石油，等你变得干净了，我就会送你回大海的。亚道夫，你怀里抱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一只可怜的小企鹅，它身上沾满了石油，我想帮它清理。看来它又是石油外漏的受害者。哎，每年因为石油外漏，不知道有多少生物因此而丧命啊。是啊，这些石油把动物的皮肤厚厚地包起来，害得他们无法正常生活，因而死掉。有一些海鸟也因为石油粘黏在羽毛上而无法飞行，掉入海里淹死呢。就是呀，大量的鱼类也因此而丧命，还会影响动物的繁殖。那些外漏的石油真的对环境和动物们的破坏实在太大了。这只小企鹅如果没有被我发现，他很可能就会死在海滩上了。亚道夫，那你打算怎么帮他呀？我会先把他身上的石油清洗掉，看他的样子并没有外伤，我想只要慢慢清理掉他羽毛上的石油，他就可以正常生活了。可是要清理羽毛上的石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的。就这样，亚道夫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终于把这只小企鹅羽毛上的石油清理干净。之后，他精心喂养着这只小企鹅，并帮它取名叫迪西。亚道夫爷爷，这就是您救回来的那只小企鹅吗？是啊，
我还帮他取了个名字，叫迪西。哇，亚道夫爷爷，你好厉害哦，居然养一只企鹅当宠物耶。啊，不，迪西他不是我的宠物，他属于大海。今天我把他带来海边，就是想放他回到大海。放回大海？亚道夫爷爷，你照顾他那么久，怎么舍得把他放走呢？对呀，亚道夫爷爷，难道你是怕迪西的父母担心他呀？是啊，但是最重要的是，迪西他是一只企鹅，他的家在大海。虽然我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的幸福，我必须把他送回家才行。去吧，迪西，你该回家了。要是你以后想念我，可以回来这里看看我哦。亚道夫爷爷，您说迪西他以后还会回来吗？我想不会的，因为企鹅生活的地方离我们这里很远，他怎么可能游那么远回来这里呢？这么说，我们以后再也看不到迪西了。嗯，是的。但我会很想念他的。我想他也会想念我的。只要他能快乐地生活着就好了。小企鹅迪西离开后，亚道夫经常想起这只可爱的小家伙。他一直认为自己再也见不到迪西了，却在几个月后，迪西居然游回到这片海滩。亚道夫爷爷，您在想迪西吗？是啊，迪西他离开我有好几个月了，不知道这段时间他过得怎么样了呢？亚道夫爷爷，你放心啦，迪西他那么聪明，一定是很幸福的生活着。嗯，我想也是，不过这辈子，我想我应该再也没机会看到他了吧。咦，那是什么？亚道夫爷爷，是一只企鹅，一定是迪西，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啊，迪西回来了，这怎么可能？迪西，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呀、啊、迪西，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太好了，迪西真的游回来了。迪西，你想跟我回家吗？回我们的家。好，走走，我们回家去。于是在巴西的小岛上出现了一位老人和一只小企鹅的组合，他们几乎是不可分离的。迪西会靠在亚道夫的膝盖上，让他帮自己洗澡，吃他喂的食物。可爱的小迪西又回来了。亚道夫，我想迪西一定是把你当成了他的家人了。我说过，任何动物都和我们人类一样，有亲情、友情和感情的。我很爱迪西，相信他对我也是一样。嗯。哎呀，他不让我摸呀。哈哈，当然呐，除了亚道夫，迪西是不会让任何人碰他的。或许是因为我是他的朋友吧。每当到了繁殖的季节，迪西便会离开亚道夫，游回他的栖息地，之后他又会游回来找亚道夫先生。迪西，游了那么远很累吧？我已经准备好你最爱的食物，还有装满冰块的冰桶要给你洗澡。走，我们回家去。尽管每年的繁殖季节迪西会离开，但是其余的